昨天因为这颗草莓，老公磨叽我半个点，你趁着我花钱。这个草莓在超市是18.8一斤，丹东99草莓，其实跟网上比已经便宜很多了。然后就买了一盒，从超市出来就各种给我磨叽，说不会过日子，这么贵还吃，这玩意值那么贵吗？这玩意溢价太严重，都是大家捧的呀，买那便宜草莓不能吃吗？气死我了！我特别喜欢这个品种草莓，可好吃了。没结婚时候，那冬天总买总买。结婚有孩子之后，真的很少买了。这个冬天我总共这才买第二次，这还是大的，上次买小的。这时候我感觉很划算，超甜。